各位亲友，李文小姐大殓仪式现在开始。以下这个仪式不需要劳烦各位来宾，来宾请坐，请三位直系家属请起立，起立后请移步到灵前当中，面向遗像三位一列。请灵堂当中三位直系家属请面向遗像，行三鞠躬成殓礼，行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请返回原有位置，站立于原位。现请全体家属亲属来宾请起立，起立后请全体家属亲属来宾请低头默哀，前低头默哀。默哀毕，各位请坐，各位请坐，请走坐。各位亲友，是日李文小姐的丧礼，承蒙各位亲友在百忙之中仍然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远道亲临致祭，并蒙众亲友所送来的花圈、花篮、奠仪、白金、花束等礼，主人家衷心感谢。李文小姐于本馆丧礼式完结之后，灵柩随即奉移至柴湾歌连神阁火葬场举行火化礼。在堂亲友稍后若果有宽裕的时间，欲送先人灵柩到歌连神阁火葬场参与先人火化礼仪式的话，稍后丧礼毕之后，主人家是备有送殡旅游专车停泊于本馆门外，接送各位亲友代步。若然部分亲友因公干或私事未便送行，可于本馆丧礼式完结之后自便请回，有心。同时于火化礼完结后，主人家是备有英雄宴接待各位亲友以表敬意，地点跟定于中环大会堂美心皇宫大酒楼，时段跟定于火化礼完结之后，随即原车接送各位亲友到中环大会堂美心皇宫大酒楼与家人共度英雄宴，于席上主人家再向各位一一致谢。所报告完毕，以下是辞灵仪式，来宾请坐，三位家属请起立，起立后请移步到灵前当中，面向遗像三位一列。请灵堂当中三位直系家属
请面向遗像，行三鞠躬辞令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辞令礼澄清返回原有位置，站立于原位。现请八位扶灵来宾请起立，起立后请八位扶灵来宾移步到灵前当中，面向遗像，几位几位一列。扶灵来宾请行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礼成请返回扶灵席上就座请坐。八位扶灵来宾请原位就座请坐，其他参祭来宾全体请起立。起立后请众人站立于原位，面向李文小姐遗像，行三鞠躬辞灵礼，行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谢礼，礼成。各位来宾请坐，请就坐前座。现恭请八位扶灵来宾就位，李文小姐姐夫何锦麟先生请就位，殿堂级女歌手恩妮女士请就位，著名音乐人姚谦先生请就位，RT Management Limited 董事彭文慧女士请就位，华纳音乐高层 Mr. Jonathan Sherman 请就位，李伯敏博士请就位，著名主持人杨洋先生请就位，以及前新力音乐高层李岳琪先生请就位。请座中各位全体请起立，李文小姐出殡仪式现在开始，请家属、亲属、来宾依次序送灵柩离开本礼堂。八位扶灵者请开步，礼成。Shall I?
华人的歌手在这个舞台表演，那主要是压力还蛮大的，可是希望今天大家还喜欢我的表演。